大家好，我是华人在菲律宾，每天带你摸索菲律宾呢、啊，哈哈哈哈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去那个 SM 里面买一个床垫啊，我们看一下他们价钱是多少，然后有什么样的床垫，然后我们 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卖床的位置啊，就是他们卖床的区域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价钱，但是我要选择适合自己的，并且价格也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他们这里面管得比较严格啊，是不可以拍摄的，然后呢我们就偷偷的看一下啊。这边的价格啊，6000多的、4000多的、2000多的、1000、2000多的，最便宜的话是2000多的。像这边的话，质量很好啊，就是贵了，我们买不起。这边属于是质量比较好的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刚才我们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了那个床垫啊，为什么要去他们超市买呢？没有在这个 Facebook 那个 Facebook 二手商场里面买呢，主要的话我在 Facebook 二手商场里面看了那个床垫呢，它价格的话是3000比索，然后加运费的话差不多要4000多了，所以的话呢我没有选择在那个嗨嗨小灰人 OK， 所以的话我没有在那个不得了了，被这个孩子给围住了，着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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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他们小孩子跟着，说到哪？哦，他那个，所以我没有选择在那个，菲律宾的那个 FB 二手商场买啊，然后的话我就买了那的，因为我看到那有便宜的，所以买了也是差不多3000多比索吧。其实我一边拍视频呢、然后又要买东西的话，这样是就是很难呐、大家能理解的。好，我是菲律宾的华人丁丁，每天带你摸索菲律宾呐、哈哈哈。